如果我早上拍了一张这个，我觉得就是最像过年的家的味道，那种气氛。小鹿，你有多久没这样？我好久了，8年没有这种回到家里面东北这种热炕头这种过年的那种感受了。你能让我们这些人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感觉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姨。过年好，大家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哎。来年万事如意，事业有成啊！好，那12点鸡就没了，赶紧吧，走吧，整点面筋呗，这真可以，好吃啊！烤玉米，你看我们雪糕今天在那儿卖多好，哎呦，冰淇淋都不用搁冰箱，对，冰糕全在外边，车上拉个老母猪，我和海涛在下面想哭。浪起来，浪起来！步伐大家，走起来！过年好，魏哥！过年好，新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兔年快乐！粉丝得泡起来吧，香菜给它放水里，就要上面这条就行了。行。正好，可以，你切还挺薄啊，它是刀也快，就是凉拌菜是吧？对，哎，拌菜还得切啥呀？切条你会吗？我看着那么，你是跟在家从来没干过这事。对。可以，上手呗。我给你再搁点糖。这肠好了，我捞过来切了。我来，我来，都让我来，你就指挥我就行。倒油吧。下了，包蒜吗？拿筷子往里再盛点酸菜。行。然后就放点咕嘟咕嘟。